感告是南米 girls 入阵。啊，一个笔杆会扭，叫大家怎么受得了？今年中华职棒造成轰动的南米 girls 桃园啦啦队，因今年要实施全员主场，无论一三垒侧的看台都将成他们的加油区，到时都会有南米 girls 跳舞带动气氛，因此扩大甄选，决定进行最终决选。从近百名筛选出的十八名辣妹，昨天在桃园大江购物中心互尬热舞，数百名球迷到场观看，挤爆四周广场，连楼上都挤满人，气氛超级热络。大胆的各式性感舞蹈，看着大家脸红心跳。来自各行各业的女孩们，除展现精湛武艺外，更带来体操、歌唱及软骨功，甚至后空翻等加分题。稍微扭的十六岁舞蹈老师蔡文婷，还和南米 girls 学姐小茶互尬肚皮舞，最后没意外以最高分入选。而同样受到瞩目的 Linda， 去年才从庄敬高职毕业，是参加决选女孩中年纪最小的。虽然舞蹈称不上火辣，但清秀脸庞俊美新气质，被看好有迷倒球迷的潜力。很开心可以甄选到南米 girls，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。最后入选的十名新血，三月中将到桃园棒球场报道集训，预计四月四日至七日在桃园主场的首场比赛，就会和原有的十一名南米 girls 一起陪主场球迷为南米 girls 桃园队加油打气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南米 girls。 懂新闻桃园报道。